完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那快迟到了，还不走？等会儿，这个手感应该是啊，老板。过来。为什么下午才来上班啊？因为我早上起不来。你早上怎么能起不来呢？因为我睡得比较晚。为什么睡得比较晚啊？因为我加班回家晚。那你为什么加班都那么晚啊？因为我下午才来上班。顶嘴是吧？叫老板去。好嘞，老板。擦这逼痒的。你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随心所欲，心静自然凉也。你好好说话。迟到被你姐抓了，扣了我500块钱，真是暴力严重。一天500，两天就1000，那一个月就是30×500，等于1.5万。啊，对，你姐真不是个人呐。来，我帮我睡一下。